许愿呢。其他宝贝儿不用许了。生日了，要吃粮食。大仙儿没钱。没钱。就俩字儿，没钱。上身了，刚才发生了什么？我刚才许什么愿望了？我不知道啊，我怎么开直播呢？我今天说我不直播呀。发生了什么？Oh my god！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冷静。